回归又半个月的 NX 新歌好评不断，但是一周内一连拿下四个一位，且三大台的一位都已获得。对于 NX 来说，这像是走出了泥潭。从刚出道时不被看好的拼接曲风，七百天里他们不断探索出了属于自己的领域。在 NX 刚出道时，D社写的新闻标题为比起成功更重要的是成长。确实这一路能看到 NX 成长，始终坚持对舞台的高标准和对粉丝的真诚。就像 NX 自己所说的那样，2023年人生篇章可以缩写为坚定，因为他们一直在坚定自己对 NX 的承诺，就是要么做好 NX， 要么什么都不是。相信这次的回归也更加坚定了他们许下的诺言，也期待本次 NX 能拿下更多一位。对此网友也都感动留言，推一直都用实力努力的 NX， 这次真的全专都好爱，好久没有全专循环了，大发继续加油吧。爱豆韩社，美儿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赞和订阅哦。